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迁宫下誓师。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鱼，话说宋朝。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。各位呢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鱼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超级太监梁师成主修艮岳，皇家买办朱能人江南采买。这个朱冲啊特别的厉害，哎，最后成了皇家买办了，跟蔡京属实。但是朱冲是怎么成为这么能耐的人的呢？其实朱冲啊最开始也是个苦孩子，做苦力的时候非常失败，能力咱们就不用说了，据说在苏州人里边啊也不算是身强力壮的啊，偏偏的性格还有问题。这个人呢聪明、狡黠、倔强、不安分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不听话，简直就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。那这就没搞头了吗？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嘛。当那天出现的时候，朱冲不仅丢了工作，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，看上去很凄惨吧。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，你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，这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呢？凄惨的朱冲啊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，到临近的市县呢躲风头。哎，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当中他得到了好运气，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呢居然让他一步登天，怎么回事呢？跟武侠小说里的说法是一样的，传奇他遇上奇人了，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个奇怪的药方，是吧？这个药这玩意儿啊是这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能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。那成功的可能性，有件事呢可以参考对比，就是犹太人做生意啊，一直恪守做着珠宝、饭店这两项赚钱的祖训，理由是呢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，是人他就得吃饭，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。于是乎呢犹太人的生意长盛不衰。其实啊他们理解错了，为什么错了？医药才是最赚钱的，因为它最必须啊。相比之下呢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，吃普通食品的人也很多，可药就不一样了，永远都少不了啊。而且呢这个价格呢你还不能说就是按照这个市场讨价还价，这还没有。哪怕面对顾客的时候，药店医生都是上位者，多牛啊。那你不管是宋代是现代，医药都能迅速的制造出富豪来。哎，结果朱冲呢就凭着那药方就有了钱了，但是呢却变得更清醒了。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么一条，叫有钱无权被人欺。你没有坚实的背景啊，钱只是招祸的东西，带不来半点幸福。那好吧，那索性咱们就把游戏做大的，攀上了蔡京的肩膀。到艮岳装修任务的时候呢，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。装修艮岳呀，那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，他走向啊深渊的最后一步也是在这儿了。这么重大的任务，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，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。这个人很传奇，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，居然混到了和蔡京同冠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。蔡蛀虫是帝国首相，拥有官方话语权，佟蛀虫是武装太监，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，梁蛀虫身为帝国尹相，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。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，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？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呢？很简单，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，唯独没包财，小朱同志填补了这空白。哎，这孩子厉害了，是吧？这孩子当他走到台前的时候啊，号称最有钱种族的这个宋朝人集体倒了霉了。远了咱们就不说了啊，什么几种税啊，催得很啊，吧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。这孩子叫什么？叫朱冕。采买这事儿，第一步就是领钱，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，给皇帝办差你得更得拿工资了，而且是得先拿。朱冕呢到国库里边支银子，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。为什么？装修艮岳吗？在艮岳的影响下，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啊？拿了钱之后，坐船过长江，两浙湖广，整个南方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，
比方说太湖石了，某块超级巨大，造型神奇，朱冕专门造了一艘巨舰，哎，给运进京城去了，召集一件大席，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，并且封了这块石头叫盘古侯，你看有爵位的石头啊。某块灵璧石高阔均超过两丈有余，上千人都抬不动啊，运进京城的时候得把城门拆了才成。赵姬认为这是神物啊，亲笔写了六大字叫青云万泰七峰，一条金带玄石挂上啊，这是一成仙的石头啊。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县啊，悟空禅师呢塔前啊一株唐朝的快树，这个枝叶呀、分批呀、这个灌溉呀、这个庞然呢、连华亭都没法运出去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，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，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块堆了，是船翻树倒，全船人淹死。以上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，按特点呢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，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的差不多了，朱冕就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，什么呢？人间。有那么句话说，我们叫楚王爱细腰，宫中多饿死，是吧？可见皇帝的喜好，这玩意儿叫风向标，全民学习。那这事儿赵佶呢爱装修园林，江南方面跟风的人就风起云涌，比方说浙江一个叫魏青书的人，他那花园里有座假山，这座山假到什么程度呢？这座假山呢连绵20余亩地，各处风景点盖了40多座亭子。退休的侍郎于子清更上层楼，他那个假山更假，起伏延展，上面100多个峰点，高的达到2-3丈，哎，都不过分修饰啊，保持原有山野风韵。期间呢，你是西珠玉树了，哎，森林密布了，俨如群玉之谱，哎，奇奇怪怪，不可名状，是吧？其他的中小户人家积累150余年平安富足之后，这类东西也不少。朱冕怎么会忘记啊？怎么会放过他们呢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哎，都给我拿来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得献给皇帝。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可就显出了朱冕的功夫来了。首先呢，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，有，那恭喜了。朱冕手下嘛，不请自来，破门而入，哎，在东西上盖上一块黄帛，得了，御供品了，这是给皇上的，谁不行动了？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，至于损伤是否存在吗？伤到什么程度吗？就与该户主人对朱冕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呢直接挂钩了。如果贡献值不足，哎，我就说你这东西有伤啊，没伤，轻轻推倒摔碎了，你说伤没伤？验过伤，该玉品进入保护待运期，要一直呢由原主人保存，直到各种选定的玉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。起运的时候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啊，不管说这个被盖上黄帛的玉品有多大，搬运工从来不走门，都是把墙拆了进行立体搬迁。那一天呢全城轰动，无数的墙被推倒，直线出去啊，无数的屋子倒塌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。该玉品搬走了，房子屋子里边其他值钱东西也都不见了，哎，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，装修还有第二关。从原产地把东西直奔齐了，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。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呀？宋朝150余年经营，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啊开封相同，运粮的、运菜的、各地啊运特产的，早都形成规律了。朱冕作为装修特派员，本是有专用船只和运工的，可是他搜集东西太多了，悄悄说啊，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，他们家的、蔡京家的、童贯家的、梁日成家的，哎，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掺和一脚，各家都有大花园，捎带一些，那么挺正常的嘛。于是朱冕手里的运输工具就不够用了嘛。那不够用怎么办？简单，放眼望去，河面不都是船吗？每一艘呢都是大宋子民的，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嘛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华夏大地上啊就出现了最恐怖的一个词儿。哎，各位朋友们，这词儿你肯定特别熟，看《水浒》你肯定听过这个词儿，什么花石纲。这个纲啊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政府指派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叫纲。花石特指召集在这段时期里江南大地啊搜集的自然艺术品。自从花石纲出现，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了。那青面兽杨志为什么去卖刀去了？不就是因为运花石纲丢了吗？对吧？你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，甚至是海运当中，只要在朱冕搞运输的时候被看见了，立即就抓到一块，原来的事儿全放下，全放下啊！放不下的都扔水里，通通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，来来来，上京城给我赶紧去。
总结一下啊，上面搜罗的这些东西还控制在自然界啊，人间社会两方面，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朱冕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，觉得仍然对皇帝尽忠啊不到位。艺术是什么？那玩意儿范围太广了，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时的。那朱冕的心思呢，就动在后一种里。作为神州共主，难道只向活人收钱吗？为什么死了的、进坟的就可以免交啊？来吧，不管你是先秦的、吴代的，还只要是在汉族地盘上的，你别想幸免，这叫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来吧你。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，不管是谁的坟墓，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，这些个惊人的货色都运进京城，搬在皇帝的多宝阁里，这玩意儿才叫气派，才叫修养，才叫品味。艮岳就在这三种举措中逐步的完善着，比如从太湖灵璧运来的石头们摆在了艮岳的四周，石旁只有盘木鹰藤老树一花，随山势曲折蜿蜒，凿石成路，从山脚直到峰顶，号为朝天灯。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，那峰陵如靴啊，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，名为飞来峰。植梅最多处呢叫梅岭，那种单杏最多的地方呢叫杏秀。那这个增土垒石中间啊，流细穴在黄羊的山坡呢叫黄羊岭，与山崖险处呢种丁香叫丁香帐，以红石砌山，其下种椒兰，名叫椒崖。在山下之尾呢，增土成坡，然后呢植柏树万株，是吧？各位朋友注意，这数量万株啊，这个干枝柔密是搓着不断，树叶结成了铜盖，是吧？鸾鹤蛟龙之桨啊之状，所以呢命名为龙柏坡。你知道沿艮岳西向啊，再筑成林，林外呢用清一色的紫色的石头呢堆积成山，山北放置一储水柜，山顶凿挖深池，每当召集来园子游玩的时候，命水工在山巅放水，形成瀑布，命名为紫石壁，又叫瀑布坪。反正凡此种种吧，这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。有了这些还不够，景物虽美，那都是死的，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，才能变成人间仙境嘛。好了，于是找了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，说这老头啊，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当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，一个多月以后呢，鸟也熟他了，兽也熟他了，他一叫就来了，赶都赶不走，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请赵姬来观赏了。当赵姬来时，一声轻笑是万鱼腾空啊，哎呀，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呀，仿佛是万鸟朝凤啊。从此这里啊叫做来仪所，有凤来仪吗？来仪所。这个时候又有能人巧匠呢，把众多的这个油绢呢做成了绢囊，加水湿润，挂在山崖之间，这样呢每天早晨的晨露乌云呢都进入其中，粘附于这个绢囊之上。当赵姬再来一起把绢囊打开，顿时啊这个雾气氤氲呐，朦胧生花呀，十步之外山崖隐现，百步之内啊人不从自不便从人啊，这若隐若现之间，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一般，肺腑人间之境也。如此享乐上人间否？上有汉否？啊，大约有。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，身外之趣而已。作为最顶级的欣赏家，终极的艺术追求者，着急怎么会满足呢？又倒是艺术的终极就是宗教，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，这是必然的。有这么一首诗啊，这首诗呢也可以说呢把人类的追求层次啊从低到高排了一个遍，那从无例外，古今中外，只要是个人都坠入其中，无从逃避。它很著名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是吧？我就给大伙儿说说啊，这首诗怎么说的呢？这么说的，当然你说的是打油诗也算也算啊。这终日奔忙只为饥，饥肠辘辘，终日奔忙只为饥，才得有时又思衣，之下绫罗身上穿，抬头却嫌房屋低，盖了高楼并大厦，床前缺少美娇妻，娇妻美妾都取下，忽虑出门没马骑，买的高头金鞍马，马前马后少跟随，招了家人数十个，是有钱没势被人欺，时来运转做知县
抱怨官小职位低，做过尚书升阁老，是朝思暮想要登基，一朝难免做天子，是东征西讨打蛮夷，四海万国都降服，想和神仙下象棋，洞宾陪他把棋下，是吩咐快坐上天梯，上天梯子未坐起，阎王发牌鬼来催，若非此人大限到，升到天上还嫌低，玉皇大帝让他坐，是定嫌天宫不华丽呀。咱们就以这首打油诗为准，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，他想要成仙，想要超凡，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，人间这点玩意儿不够玩了，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啊。可是宗教太多了，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的时候，出现的东亚大陆上的宗教是各式各样都有啊，连传说当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，你说选哪个呢？那当然是道教嘛。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啊？曾经怎么信过？有这种光辉先例啊？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？不用想的，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啊。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，茅山第25代宗师刘恒康。这位宗师大人呢，在浙宗这个时期呢，进京大显神通，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啊，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，对吧？那另一件事啊，就非常惊人了。据说有一天呢，刘宗师默默无语，一动不动，皇帝派人召见他，跟没听见一样，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过来，你找他，哎，刘宗师，没动啊。过不一会儿啊。睁开眼睛，哎呀，大梦初醒，终于起身了，到赵佶面前了。赵佶问他，你搞什么这么久才来，你干什么了大宗师？刘宗师说了，说我呀，嘿嘿，我刚才灵魂出窍，我到天上散步去了，哈哈哈哈，本来很快就回来了，可是呢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，榜上是明年呢开科考试当中啊这个贵人的名单，我那就多瞅了一会儿，所以我就来迟了。赵佶问，那你记住了吗？哎，这我记住了。好，那你写下来吧。写下来以后啊，也没给别人看，就藏在一只小盒子里，哎，看你看的准不准，到放榜的时候再见分晓吗？结果第二年春榜发放，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拟还有柯斐啊。这个蔡拟，蔡呢是咱们大伙都知道姓蔡，蔡有姓的蔡啊，拟呢是草字头加一。这柯斐呢是一个木一个可啊，斐呢是上面一个飞底下一个木啊，这么几个字儿。这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，哎，刘宗师上面写当然不是这俩人名字了，人家道德高深，人家写这东西得有玄机，对不对啊？里边有玄机了，写的什么？写着叫二草二木。得了，你看蔡拟两个草字头嘛，柯斐两个木字边嘛，你行了，什么都没话说了，完全正确嘛。刘宗师的地位就确立了，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了。接下来呢，赵佶也变得灵异了。他先是做了一个梦，说这个我做梦的时候啊，扶摇九天，登上了一处仙宫，里边的神仙告诉他，如以宿命，当行五教，该道士啊，这个该神仙做道士打扮。赵佶呢就把自己这个梦啊就告诉身边的大臣们了啊，大臣们呢心领神会，向下层层通知。可是呢效果不太好啊，没有多少人震惊。事后想来，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，就皇上你自己在这说，哎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谁信呢这玩意儿，你自己做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，可信度不高嘛。那可信度不高怎么办呢？换个可信度高的嘛。那赵佶怎么换的呢？这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